鸡饭了，鸡脖，鸡脖窝，哎，带点鸡脖啊，来。哇，吃火锅最重要是汤底了。哎，这个是什么？冬瓜盅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我们店的冬瓜盅这个汤底啊，用了四个小时啊，甚至可以弄这个汤出来的。嗯，就是这样吧。四个小时。四个小时。反正全世界的汤啊，最好喝还是香港人弄的汤，所以这个肯定没错啊。香港的对汤的文化很重要啊。这个是什么？叉烧包。就是我们店的叉烧包啊，吃火锅用了。还有怎么吃？这个是放汤里面吃的，放汤啊，好，你就放。OK， 刚刚你放那个包已经应该可以了。哎，来，你猜猜这个就是叉烧包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叉烧包哦，火锅吃叉烧包，哇，叉烧，很胖，很胖。哎，这个是什么？嗯，炸鱼皮，炸鱼皮，要几多个鱼？我放在炸缸里面。打两下，鸡最好吃，香港的鸡包，软软脆脆，能哦，绵绵脆脆，黏黏脆脆，黏黏黏脆脆，对对对对，要等于 try 这个东西啊，要吃试这个东西啊，蛮特别啊，其实呢很神奇啊，就这么简单，这么简单呢，一点都不简单，为什么呢？听说还有很多好吃的，对不对？慢慢看吧，好好慢慢再吃吧。